走了。他都是宋家的。我把和锅筐子，锅筐子我插在锅筐子，锅筷子锅拿过来，锅，哎呦，好孩子，锅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姐，今天来掐这个筋膜节儿的，那筋膜节儿炒的吃很好吃。这花很好，这个是筋膜，这个不能掐，这样带筋膜的不能掐，我掐黄花。光有这个籽儿，干的筐子，那四合子的秧都耷拉起来了。